十八两百。十八两百。你讲我大声啊？十八两百。五、六。这什么鱼啊？贵。这什么鱼啊？狗龟啊！太狗龟啊哟！八九，还有我嘞。还是还是还是珍珠，还是珍珠石斑。珍珠石斑多啊少。哈哈。来，咱八六。要钱啊！嘞哦，这里了呢。我刚才讲下礼拜没有这个价钱，你还不要？你现在今天没有在现场的，不可能有这个价钱的。怕被背景的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加的可以啊。知道两钱吗？知道啦。他知道啊。你想讲，我都不太好给你，好不好？五、六、七。八个。啊，这个真的了钱啊，真的了，不用说了。别头来，我来。马头鱼。哦。别头。你还是别头。我吃别头，今日来，你最听讲别头，去打针条啦，要死你，八嘴油腻，拢无油气。刚才即尾抬价，我来讲嘛，即尾抬价，开你八百块上去，一人买两尾、三尾、四尾啦，我少一个五百对啦，这五尾五百，六只五百，七只五百块少一个，八只五百块啦，我就拿土鱼的无，才几只？几只？我少一个啦，这九尾五百啦，十尾五百块买土，想买马土鱼五百块，一只五十块，你五尾敢上无人来？五百对，我唔信无人，即尾搁上，即尾搁七五百，五百块马土鱼五百块。买头五百块，这个鱼也袂贵，上五年你也无人要吃我，真正。一尾了买三百啦，五尾啦，三尾啦，四尾啦，五尾啦，六尾啦，七尾啦，八尾啦，九尾啦，十尾啦，十一啦，十二啦。我开始人买，是人抢的。我计是你捡到，安尼卖。你不是捡到的呀？都两三百，五百。来，哇，哇，这么重！对呀，来了，这么重。再讲收济，收济买三百，六只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上来，六只三百，买愈济愈俗啦，三百。